第三题，甲胃酸、乙食醋、丙牛奶、丁阿摩尼亚水，将上述四种溶液的 pH 值由大到小排列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晓得 pH 值如果越大，就表示它是越制成碱性的，这里的丁阿摩尼亚是比较碱的，所以丁的我们的 pH 值会最大。接下来我们牛奶上个提过它是弱碱性的，所以接下来就是丙，然后是我们的食醋，它是弱酸，所以再来是乙，最后是胃酸，是盐酸，是比强酸，所以最小的应该是甲，所以我们的次序是丁、丙、乙、甲。所以第三题问我们说，将上述四种溶液的 pH 值由大到小排列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丁大于丙大于乙大于甲。